婆婆，你今天送微微好想去啊，可是我要上班，我让你跟我偷偷拍给你看。你怎么借别人的车啊？我们家小红呢？小红拿去修了，我去借车，这个高达空场。那是刮蹭了你多少钱啊？真的是。哎，没事啦，上车吧。我先去上班啦。哎呀，儿媳妇还礼品忘了拿。哎，她包包也忘了拿了，你赶紧拿下去。好。小云，好羡慕你能坐豪车呀，我都没坐过这么贵的车啊。没什么呀，这是海蛎饼吗？我最爱吃了，分我吃吧。可是我就一个哎。没事，你就掰一点给我吃就好，我就尝尝正不正宗。哦，谢谢小云。说一点就一点，那么有钱这么小气。哎，我刚看到小云从一辆豪车下来，那个男的给她送吃又送包的，可是那个男的有点老哦。他会不会是被包养了？肯定是，不然他怎么会有 LV？ 哎，小眼，你没事吧？我肠胃炎犯了，要去医院。那您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哎，小燕怎么了？肠胃炎去医院呢。他天天到处蹭早饭，难怪。哎，你这个手串什么时候买的？挺好看的，我看最近好多人都戴。这个是十八子菩提手串，是我在得物买的，新人前两百单才9块钱呢。你看它每个子都不一样，寓意多宝多福，新的一年烦恼全消。打开还有淡淡的檀香，很好闻。这做工这么好，才9块钱，这也太划算了。对呀、啊，还有这套后天气丹的护肤六件套，也是得物买的。大品牌，质量有保障。马上入秋了，用这个补水保湿，提拉紧致。你看，水乳精华滋养霜都全了，一套才100多，超值的。真的不错，怎么买呀？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能直接买啦。现在还有机会抢2888的现金，中奖直接到得物账户，买啥都能用。确实不错，难怪你的东西都这么好，差点以为你真的被。被什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注意点小叶，他嘴碎，又爱占便宜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去，有夫之妇啊，炸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三爷儿子的请柬都忘记给于杰了，我们去送一下。那你上去吧，我车里睡火。你怎么跟猪一样？二媳妇呀，我给于杰送个请柬啊。正宫早上门了，看来小云待不久了。哎，小燕，你好点了吗？药你管，都是你海里饼海的，莫名其妙。小云啊，可能真的是被包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。你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哎，你要证据吗？什么证据啊？你老公和小云的证据啊！你不是要小云被开除吗？你给我看看有没有用。你看，大早上送来上班，送吃的，送包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对呀，我也替你生气。你跟我一起去找老板和这个女的理论。行，你还是个孕妇，太过分了。这种事情我最看不过去了。走，我给你当证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一起、啊、老板，小云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一定要开除她。她怎么了？你看这个阿姨还是个孕妇，小云和她老公搞在一起了，真的太不道德了啊。老板，你一定要主持公道啊，这样的人留不得。我知道了，小燕，你被开除了啊。不是啊，老板，开除我干嘛？开除小云啊。小云进来。哎，婆婆，你怎么还没回去、啊、婆婆，你是小云的婆婆，你怎么不说？我就看你能把谣言传得多离谱。怎么了？什么谣言啊？她到处传你和我老公有问题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谁知道你当了婆婆还怀孕。我本来以为是正宫找上门来，还想帮你一把呢。难怪同事们今天都躲着我，原来是你在背后去救我。我平时对你也不错啊，你怎么救？我知道错了，老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不要开除我，我有这份工作也不容易呀。公司不是你的戏台，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。你被开除了。哼，我要去起诉公司，你要赔偿我 N+3。小云，带他办理一下离职。别管他，小姨，我送你出去。等一下，你要在我公司都别乱嚼舌根，都给我好好上班。老板是不是喜欢小云啊？怎么都帮着他说话、啊、小云没啥特别，应该不会喜欢，一看就是关系户。没有的事不要乱讲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婆婆，我以为你回去了。我看看你今天的事情，你别太在意了。我只是没想到平时大家都和平相处，都是朋友，没想到一转身都不知道在背后说什么呢。哎，难道职场就是这样子的吗？不只是职场这样，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，而这种纯粹因为工作因为利益而有的关心，你更要学会里面的规则啊。
什么规则啊？很多，比如说不要把同事当做朋友，但是也要维系下周边的关系。遇到了谣言不要内耗，想办法大胆反击。还有很多的，下班慢慢跟你讲。好，婆婆，开心点，工作上不要内耗自己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婆婆，那您慢点啊。